一整桌美食，酒家四宝汤、香酥寿司鸡、柚酒牡蛎卷、红油烧焦皮蛋。这个酱是我们自己手做的，它是用七种辣椒加甜椒、红椒、剁椒去做成，每一道都令人口水直流。位在台中西屯的李小楼，开幕未满一年就入选必比登推荐。四宝汤就很古早味，大部分是外面餐厅吃不到。不太一样的是外国访客，就是从其他国家来的访客变多了这样子。对，那生意上也有稍微多了一两成。道地的台菜，用心料理，减少分量，锁定现代小家庭，大获好评。2024必比登推荐名单出炉，台中27间入选，老字号猪脚店副状元，今年绣球李小楼新店上榜。大火炒出锅气，香喷喷的酸菜三层肉、鱿鱼蒜螺肉汤，连香港旅客都赞不绝口。在地朋友介绍，很道地，跟香港的完全不一样。我很喜欢，因为香港没有这种味道，就是有酒席的那种一间板的那种感觉。锅炒菜，阿公阿嬷时阵会煮的菜。天后也是台南今年新入榜单，除了在地美食之外，连少见的小吃类也入选。热腾腾的挂包剪开，刷上特调甜辣酱，满满的酸菜，肥瘦各半的卤肉，撒上花生粉，是高雄老店春兰的招牌。在地经营20几年，2024必比登全台一共126间上榜，16间新入选，民众可以更新口袋美食地图。三新闻综合报道。